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看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是离异的，跟前妻有一个儿子，由我来抚养。我和女朋友认识了3年，交往1年多了。我之前经历过2次失败的婚姻，让我对婚姻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对女朋友该说的、该做的我都做了，希望她能尽快的走出阴影，答应我的求婚。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男朋友，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程先生34岁，来自河南工程。江女士34岁，来自河南销售。有请。主持人好。好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今天为何而来？因为我和他在一起1年多了，一直向他求婚，他一直不同意。这嗨，在一起1年多，从什么时候开始求婚的啊？从今年他工作的地方在长沙。是向您求过很多次婚吗？对。为啥不同意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掉。哦，那咱们说说问题。他说呢，就是结了婚之后让我立马跟他生个孩子。我觉得是结完婚生孩子很正常的呀，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是过家家，我是想和你过一辈子的呀。但是你没有为我考虑过呀。他怎么没为您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就是可能就是跟我个人的情感经历有关。哦，是没事儿。我们俩都是离异的。他是离过一次婚，有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是离过2次的。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因为我18、19岁的时候就跟我孩子他爸爸认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从摆地摊创业开始，然后到最后结婚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找他要彩礼，因为是我自己愿意嘛。当时爸爸妈妈也不愿意，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觉得我应该可以嫁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那时候年轻嘛，就自己觉得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只要我开心就可以了，有爱情就行，是吧？对。然后我们也还好，算上进的吧，然后就自己做生意，后来在武汉买房，然后结的婚。我觉得认为就是我们之间应该是有感情的。但是呢，就是在我生孩子带孩子期间，因为他妈妈年纪大了没有帮衬，我帮我妈妈做生意他也帮不了我，不可能帮我带孩子。然后我在家里就是带孩子期间他出轨了。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家带孩子，我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我要求离婚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孩子的抚养权，然后我就离婚了之后回到老家，然后因为我爸我妈也是做生意的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日子都可以过得很好，然后你是自己谈的恋爱，你自己要结的婚，你为什么过不好，他们就觉得很丢人，就以你这个婚姻为耻，是吧？对。然后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啊同学啊，他们也是觉得就是我这段婚姻就是很不值得嘛，就有点看你笑话啊。对对，就是那种。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孩子是我自己一手带大的，就是从生下来到我跟他爸爸离婚的那一天没有人帮我带过一天。所以就是可能当母亲的人都有那种心情吧，就是你的孩子不在你身边，
然后那种切肤之痛，然后因为我自己确实没有能力，然后我爸我妈他们的想法那时候可能认为就是我离婚的时候也才20几岁嘛，他们可能就觉得我很年轻，你再去结婚你可能找个已婚的然后你们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会过得好一点，就害怕我带着孩子过不好，他们也不愿意帮趁去帮我带孩子，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发誓，我说 我一定要自己靠自己的双手，我要存点钱将来把我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自己也开了美甲店然后也开过服装店，后来就是因为就是没有达到我自己预期的那种目标，然后我就出去做了销售，中间就是3-4年嘛，一直不愿意谈朋友也不愿意结婚，然后那一年冬天就跟我回老家，然后就是快过年了嘛，家里介绍相亲嘛，我不愿意，我就自己搬出去租房子住了，可能也因为父母年纪大了，然后我爸我妈确实为我事操心，我爸我妈两个人就相继生病住院了，但是他们还是说觉得我一个人嘛放心不下，后来就通过朋友认识一个老师，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应该人品差不到哪里去，然后我们在没有互相了解的情况下就去领了证儿。没过多久嘛，他因为赌博欠债的电话就打到我这里来了。哦，明白了。然后第二段婚姻就没了是吧？你们在第二段婚姻有孩子吗？没有。这段婚姻持续了多久？持续的也差不多将近有一年，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生活过。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了之后，然后我就出去上班了嘛，然后我觉得我这种经历说出来谁都不信，我也不想去跟别人讲，害怕别人看笑话。明白，理解。就我白天上班，我晚上可能抑郁了很多次，我都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所以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是你有没有从这两段这个婚姻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啊？我现在确实没有。你现在其实还没走出来，对吧？对，我害怕。他给了理由嘛？他害怕嘛？其实我知道你一直的压力，你过完年立刻去长沙上班，然后我也放弃了我的事业，在离长沙不远的永州上着班，我想着缓解你的后顾之忧，提前帮你还清了20几万的贷款，我想和你一起回家一起创业，然后商量我们的婚事，但是你一直都不同意。因为我们也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我也跟他儿子在一起相处过，就是我们一起去海洋世界玩啊，因为孩子嘛，无心的一句话跟我说，他说我姐姐说他也想跟妈妈一起去，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去，其实他儿子也是有一点排斥我的，然后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来讲，我知道孩子这个时候是缺乏安全感的，你结婚之后你立马让我再生个孩子。那为什么没有把姑娘带着一起去玩呢？他的女儿跟着他的妈妈。哦，然后我第二段婚姻失败了之后，我也跟我女儿有聊过，就是她不希望我再婚。你现在女儿接到身边了吗？没有，她就是偶尔跟我生活，她是跟她爸爸的。好，你女儿知道你们俩在谈恋爱交往吗？她现在不知道。行，明白了，就是你的孩子不希望你再结婚。姑娘现在多大？13岁了。13岁了。刚才你男朋友说了一句话，我看都要哭了是吧？就是帮你还了20多万的债，那个债是什么债？房贷，就是我自己买了房子的。你的20多万是为了表达要跟他在一起的决心，所以你出的钱是吧？对，我想跟他解除所有的负担，安安静的和我在一起。你为了这段情感，除了帮他还债之外，你还做了一些什么？其实我私底下默默地付出了很多。以我的条件，我的父母一直希望我找个头婚的，我已经说服了他们，还是选择了他，他依然还是不同意和我结婚。那要结婚有什么要求吗？我觉得如果是说我们在结婚的话，我想还是把我的房子装修一下，然后带着他的孩子，我们3个人出去生活，暂时不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个你接受吗？你不能当着然后我跟你翻房贷立刻要装修啊，你也给我一点时间呢、啊、难道你最近没有发现我总是莫名的奇妙接电话？其实年初的时候我为你放弃了广东和朋友合伙的工程，我不在那里的情况下，然后
造成资金链断裂了，然后银行催款的这些事我一直都不想跟你说的。那你也没跟我讲啊，你跟我讲我可以把还房贷的钱还给你啊。其实我在乎的不是这些，你有时候当我的面三更半夜接异性的视频，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不想做你了之一，我想做你的唯一，这很难吗？我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追求者很正常，但是我跟你在一起了之后，我接这些电话的时候我都是当着你的面接的呀，我都跟他们讲了呀，我有男朋友啊，你在身边呀。行，还有别的要求吗？家里就是我爸妈觉得，因为如果说我要是再结婚的话，因为他们害怕我再次上当受骗嘛，就提出了要18万的彩礼，然后他们家就一直觉得就可以找一个头婚的嘛，所以我觉得我的父母这种要求也不过分，他们也不是说为了要我这个钱，只不过是想要一份保障。明白了，其实女方对于婚姻的婚后的生活的要求是这样的，首先是18万的彩礼，其次是房子的装修，对吧？对。再次是不跟男方的父母居住在一起，对吧？对。这些条件都满足了就可以嫁了，还有其他条件吗？没有了。没有了。好，来，刚才男生说了啊，程先生说了，这个没去广州做工程，什么资金链断，你们现在在哪儿生活？我们前段时间回老家了。老家哪儿的？河南。啊，河南。年初的时候我想追求他，我不想异地，其实我一直都是给他合伙做这个工程的，然后没有在那里，然后管的话资金的很多出入都对不上，我也没有时间去，然后之前在银行的贷款然后就落下了。不是，为什么不去做了呢？你的职业不就是工程吗？那你就做你的工程吗？正常谈你的恋爱吗？为啥不去呢？因为他一直缺乏安全感。因为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不接受异地恋。哦，这恋异地嘛，广州到老家也很近嘛，一个飞机不就回来了吗？我是在长沙上班。那你的房子在哪儿呢？我房子是在老家。房子在老家，所以你是婚后的，如果你们结婚，婚后的打算是要回老家是吧？对。长沙也不去了。对。那你们俩创业做什么呢？就是现在还在找，就是我们也找了很多。这不就很荒唐吗？就两个人现在等于都没工作了，是这意思吗？对。是吗？对。然后你因为谈了一场恋爱，所以把我七八年一个老地方然后丢掉了。那种听懂了。所以我老觉得他一直吊着我，然后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把我花的钱你都还给我，我都可以。哦，您今天是要债来的是吗？我想、啊、我你是分手要债是吧？我要的不是债，我想要的是一个态度。你了解他吗？我了解。那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你能告诉我们吗？其实她的过去我都知道，我挺心疼的。她的过去我参与不了，但是我希望她的未来有我。现在我也是平凡中的一份子，我不会画大饼，我很真诚地告诉你，我的出现不是为了伤害你的。啊，你第一次为什么离异啊，小子？离异就是因为分居。所以其实这也是你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和要求嘛，所以你才能割舍，对吧？嗯。好，女方婚后跟男方的儿子就是继子在一起生活是吧？对。但是不跟男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是女方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女方父母希望18万的彩礼。第三个要求是房子要装修，对吧？对。啊，所以现在你要娶那个房子多大面积？130。130，一平米1000块钱装修差不多哈，够吗？不够。2000？得1500到1800。1500到1800，那就手里面还有30到40万吗？没有。我这么理解是，实际上面如果他现在手里有3到40万，就能娶了你，对吧？是不是这意思？10几万去搞装修嘛，18万的彩礼嘛，就行了是吧？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有这个钱就能娶你是吗？对。我的妈呀，居然你们的婚姻被钱给拦住了，所以你难受是吗？对。那你刚才说了，你说我们要分开也行，你把钱还给我。你前前后后为人花了多少钱呀？20万还房贷是吧？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哦，因为对你来说不是钱是吧？因为我给他提出来，是因为就证明我对他真心的，我舍得花这个钱。
你现在没钱可花了是吧？对。你是觉得他不答应你求婚是因为你没钱了是吗？然后我就会人财两空了。哦，我就会人财两空，这是他的思考。我再问啊，不结婚行不行？咱先攒着钱，钱攒够了咱交彩礼装房子再结婚，这行吗？我觉得不行。你觉得这样行吗？我觉得可以。女生觉得可以，我愿意给你时间等嘛，条件具备。你为什么觉得不行吗？因为我都已经三四十了，我等不及了。你都离了婚了，你有啥等不及的啊？你啥等不及？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还是害怕。然后不是你跟他结了婚就有安全感了吗？你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是告诉你了吗？因为异地感情不好，你们俩也分开了吗？你们不是也结了婚了吗？也没保住啊。你告诉我你爱他什么？其实了解他的经历，我更多的是心疼他。你想拯救他是吗？哎呀，我第一次听见我要拯救而娶一个人。那你爱他什么呀？我觉得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但是我们之间还是缺乏相处。所以你愿意更长时间的再相处一下是吧？对。男生认为说只要你不嫁给我，我就没有安全感，你就还钱给我。那你这，哎，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来吧，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黄宏兄，再婚不同于初婚，确实我们会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孩子问题、金钱问题，是要在婚前说清楚。但是你们的恋爱让我更多的感觉到，我不说铜臭，但是世俗，两个人都是盯着钱呢。但是我之前其实一直也没有讲，就是说，其实要这18万的彩礼。也只是说为了之后我们创业有第一笔创业资金，不是说为了把这笔钱就放在那里不动。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分手，20万能还他吗？可以。所以你们两个人，我认为现在还不适合走进婚姻，尤其是你的第三段婚姻，因为现在含的杂质太多，有一些问题是你们人为的搞复杂了，甚至动机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再婚的慎重，你们更应该慎重。谢谢。谢谢伯宏兄。来，曲总。哎呀，我突然想明白你们怎么回事了。你们俩现在都没有工作，都是因为你们俩在一起没有工作，所以你是在以进为退，你是在以退为进。这话怎么讲呢？你明明知道他现在不可能跟你结婚，因为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那实力拿出那18万彩礼，以及川给我算了一下，以及那装修房子多少钱，加上彩礼一共得44万。44万，哎呀，你这个商人，我告诉你，他觉得不可能了，那我资金链断了，我没有工作，哎，我那还有20万呢，我得拿回来。一开始你有种高高居上的那种感觉，你是来拯救他的，我好心疼你啊！啪，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财富，然后呢，也失去了工作，你不要陪伴吗？砰，我到你面前了，我就是你的救世主。你突然发现他还在接别人的电话，身边还有追求者，你的儿子也好，他的女儿也罢，都是不同意你的婚事的，包括你的家里人，阻力太大了。这事儿我想简单了，所以你要跑了。但不能吃亏。女生呢，遮遮掩掩，哎呀，似是而非，最后说出了心里话，但这心里话呢，一直没跟她说。那18万啊，我想创业，那是核心。别说，如果能满足44万，你这婚姻是不是也结了？差不多，是吧？哎，得了，这话都说明白到这份上了，今天你们都没白来。赶紧散了吧，这钱呢？这钱还不还随你，咱能还就还，人也不容易，好吗？啊，就这么着吧。来来来来来，雷老师，兄弟，咱们能聊一话题，跟那20万没关系，跟你女朋友没关系，你能跟我聊一个我关心的话题吗？
可以。对，你帮我解答一问题。嗯，我爸喜欢玩核桃，就是手上盘那东西。后来我发现我买核桃的时候啊，卖核桃那人老跟我讲故事。我这副核桃当年俞伯鸿盘过，大画家。我这副核桃当年曲伟盘过，著名商人。所以这副核桃呢，原本卖50，今儿我得跟你老雷要120。后来我就特别奇怪，这核桃自己啊可能是50块钱，挺好的，他非跟我卖120，他给我卖了俩故事，一个是这核桃跟俞伯鸿的故事，一个是这核桃跟曲伟的故事。我就想问你，你教我一事儿，你觉得我是买核桃还是买故事？买核桃。哦，行了，我明白了啊，我只能买核桃。所以关于故事这事儿吧，一听以后我买核桃就不听故事了。这是你帮我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谢谢你。刚才于老师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答应还那20万了，你听见了吗？听见了。今儿下台你可以让他给你写一借条，那20万你现在非逼他还你20万现金吧，这你挺难为人家的，对吧？不用写。不是，要是不在一起也不用还。其实口头上这样说，但是我不让他还，哪怕不在一起也不用还。哦，就是我特意激他的。哦，你特意激他的，对吧？您呢，现在千万别嫁给他。为什么呢？这是我站在您的立场上考虑。您跟他谈着恋爱，您不嫁给他，他为您抛弃了他的事业。当然他一说你一听啊，我特别反感，说我为了你我抛弃了什么什么，你乐意的吧？所以你看，你不嫁他，你还跟他恋爱，他就可以一点一点的为你付出。他抛弃了他7-8年的工作是为你，他把20万的现金帮你还了房贷是为你，然后他呢已经离开他工作的地方来到你这边是为你。只要你不跟他结婚，只要你跟他继续恋爱，他一直在付出，这是对您而言最有利的状态。所以站在您的立场上别嫁，站在您的立场上我觉得还是要个借条吧。不要。不要是吧？行，这个我尊重您。好，谢谢李老师。米娜老师，现在至少有3个男人把这段情感看成了是一场交易，这就是一场哄抬物价的交易啊。你也认为是交易啊？就很有意思的是，核桃被两位知名人士盘过，因此就可以涨了价。一个女人经历过2次婚姻，她怎么也就能升了职呢？您第一次彩礼多少钱？没有要。第二次彩礼？没有要。第三次？18万。对了，忽然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有了两位我们不认识的男士不巧做了糟糕前夫，突然一下到他这儿来，他就得成了那个要付出18万彩礼的第三个接盘傻子。就是这个逻辑您是从哪儿来的？就因为您经历了什么，所以他就得为你付出什么？挺有意思的。我听到这一些的时候，就忽然就觉得像是一只小白兔突然张大了嘴，哟，好像比狼的嘴还大。回到您这边来说，您刚刚那一个不要借条，觉得他的故事可怜的时候，我就在想，你怎么不同情你前妻啊？你前妻也好可怜的，也是一个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女人，并且你的前妻还生了2个孩子，都不得不跟自己的丈夫离了婚。谁命苦就把钱给谁的话，为啥不给你前妻？你老心疼别人的前妻干啥？你今天在这里说我不要，我只是为了激你。我为什么不要？我要定你了，我就要你的人，我讹住你了。我为什么要讹你？因为我付出20万是看着你有房子的。那20万如果是替你前夫还债，如果是替你女儿付学费，我断然不付。但如果是帮你买一套房，我就付了。为什么？我娶了你，我就还得到房，我怎么可能亏呢？所以我不要这个20万。当一个男人告诉你说，我同情你超过我心疼我老娘，心疼我的儿，心疼我过往的一切，我眼下只有你，我为你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背后一定是大坑。刚刚我说小白兔只不过是张开了嘴巴，那么对于他来讲，这是人是蛇都不好说呀，姑娘。好，谢谢米娜老师啊。
四位老师其实谈的是以交易原则为基础的一个观察，我们假设它不是一场交易，回归到情感的因素上面来，这段关系当中爱薄得很，因为女生在讲述你情感的时候，在我看来你压根就不具备现在再婚的条件，你是理性的，你至少知道你现在不能再婚，我告诉你即使这个男人拿出了44万也不能嫁，因为你没有调整，你把自己扮演成了一个婚姻的苦难者，所以你应该先从那些经历当中爬出来，然后再开始恋爱和结婚，这样你可能会获得幸福，要不然稀里糊涂的很有可能又嫁了一只狼。这是米娜老师给到的一个观点，你能告诉我你跟你妻子到底谁提出的离婚吗？啊，我提出的，对吧？谁犯了错？他。你也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提出来一个问题，我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不接受。他说我们可以继续谈恋爱但不结婚，是吧？女生是这么说的吧？暂时不结婚，对吧？他都不同意，为什么？所以啊，打好欠条，几年内还清，这事儿就算了吧，因为看到爱的那部分太薄了，交易的意味太浓了，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我都知道你的一切，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虽然在别人眼前你可能是不幸的，在我眼里我希望你一定是幸福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给我一点时间。你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左右都是黑暗的，但是你看向我，我看向你的时候都是一片光芒，相信我吧，我会去努力的。那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多给一点时间我们好好相处一下试试看呢？因为有时候我爱你爱得太窒息了，可能太自私了。谢谢两位，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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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伯侯兄预测一下会出来吗？要么结婚，要么还钱。我看这个情感纠纷背后，很显然那是经济纠纷，两个人的爱是不足够的，也是缺乏的，男出女不出。结果一样，但理由不一样。还没拿到欠条呢，他得出来一下。雷老师，雷老师，我估计人家台下会拿欠条的，应该都不出来了。男生还是会出来的，这个有的时候膏药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好撕的。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有话跟他说吗？其实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比较好，然后看到的都是优点。其实我们两个我觉得可以磨合一下，因为一开始都是发现彼此的不好。不是可以磨合，你那么着急结婚干什么呀？你踏踏实实的谈恋爱不好吗？你稳稳定定一步一步往前走不好吗？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要去养，怎么能够为了一段所谓的感情就不顾一切呢？你30多岁了，你傻不傻？这也是我为感情冲动的第一次吧，冲动的惩罚吧。行，你重新追他去吧，然后别忘了努力工作好吗？谢谢你，请回。哎，好了，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认识2个月就结婚了，到现在结婚5年，育有2个儿子。
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父母。为了维持生计，我们一直分居两地，我们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现在两个孩子年纪尚小，我不知道我的婚姻该何去何从。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江先生31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楚女士32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有请。主持人好。好，各位老师好。今天为何而来？我跟我老公因为双方父母的原因，导致我们两个感情又破裂。哦。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我们也属于闪婚，认识半个月我们就订婚了。在订婚的当天晚上，我跟我老公，我们各自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穿了一套婚纱，走进婚姻殿堂。他也做了一个梦，他穿了一套西装也走进婚姻殿堂。真的假的？当时我真的哦。所以当时我们彼此说的时候，就觉得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肯定都是天生的一对了。所以我们就在两个月内，我们就完成婚礼啊。就在我们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天，新婚当天晚上，我们就干起来了，打架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结婚当天白天婚礼上面闹了一点矛盾。啥矛盾？当时我们是婚礼跟举办的地方和酒店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啊。我们是在举行婚礼之后要陆陆续续赶到酒店，所以说很多来的亲戚朋友需要我们自己去疏导，去处理这件事情啊。当时我父母参加完婚礼到酒店的时候，到那里谁都不认识，他们家也没有人来出来来接待娘家人，坐的地方也没有，每个坐席和包间都坐的有人。当时我父母他们就有点情绪了，这男方办事怎么这样子。所以我跟我老公后来慢慢我们陆陆续续来了之后，我舅舅当时看到我们一来，二话不说到跟前就把我训了一顿，说你们两个怎么办事的，把你父母气得都要走了，座位都不给安排。我还没接上话，我老公当时听都不听，直接就气冲冲的说，谁说没有包间的，谁说没有座位的，谁要走的。好，当时我父母就觉得这么多人的面，婚礼现场你亲女婿当着这么多人面训斥我们，那个脸面根本就放不下来了，所以就气得当时就要走。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一直闹到晚上。晚上，然后我觉得他不尊重我父母，那肯定是他觉得我没有站在他这边。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当时他把我眼睛直接就打充血了，脸也打肿了，然后我把他的胳膊掐的全是指甲印。不是你们俩算队友还是他打你？反正我跟你说啊，要是我闺女结婚当天晚上被姑爷打成这样子，二天我一定让她离婚。我们是对哦，但是这更可气的是，我婆婆当时看过了还说，你们刚结婚就这样，趁现在没有孩子，能过就能过，不能过离掉吧。哎呀，她说了一句多么明智的话呀！你们家是有明白人的，是你婆婆吧？好，说得好，这句话我们都认同。哪有新婚当天双方动手掐死了新郎的胳膊？打破了新娘的眼睛，这肯定不能过呀。后来呢？他还有一个那个事情啊，做得更过分，就是因为你也不怎么好，因为一个床的事情，你也不怎么好。结婚当天没给岳父岳母安排好座位，没有派专人陪着岳父岳母下着车领个路，你这一还好意思说，还好意思动手？我们是预定好的，闭嘴吧！预定好的，知道吧？预定好什么呀？预定好房间的。预定好什么房间啊？你所有的包房都已经预定好的。谁负责招待岳父岳母进那个房间？为什么提前不把岳父岳母接过来走一遍？有没有在吃饭那个地方请岳父岳母在那儿试一次菜，然后告诉他们当天就是这个包间？做了吗？这工作没做，在那儿叽歪什么呀？因为办婚礼的现场和吃酒席的现场不是同一现场，该不该带岳父岳母去试吃一下菜？我就问你，该不该？那我们当时就那个，该，我问你该不该？不该。为什么不该？我们当时就那样。你们当时就那样，就不该把闺女嫁给你们家，嫁了就是吃亏。他们家人就好到哪里去了？不是他们家人好在哪里，我们一件一件事儿说，咱们论理。我跟你讲理，中国人是有礼数的，我们讲礼数。结婚这件事情，人家嫁闺女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一个闺女嫁到你家了，对于你家来说叫添丁入口，对吧？对。对于我家来说叫丢掉一孩子。你考虑过做父母的心情吗？你礼数一些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还说那个混账话，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矩，你们家什么规矩啊？
你们家什么破规矩啊？你们家的规矩是结婚当天新郎跟新娘子动手。来，接着往下说，床怎么了？我们在结婚之前买了一个婚床，对吧？买来的时候也没说不好，然后呢，他家也买了一个那个床上用品，然后说我家这个床配不上他那个床上用品，让我们换个床。你说有这个道理的吗？当时我妈妈就是觉得女孩子第一次结婚，人生就是第一次婚礼嘛，肯定要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当时我们结婚什么都没有，就一张床，而且是以前老式的那种床。我当时也有不喜欢，但是我没有说。然后后来我妈妈她就是跟我提着说最好换一张床，换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我当时就跟他们提了一口嘴，他们就说我是我妈妈挑食，说你这个也要挑，那个也要挑，那你以后再受你妈妈影响，你日子过不过了，说我无理取闹，然后就跟我吵起来。吵起来之后他们就做他们的事不管我，最后床也没有换，我们还是继续那样子。就这一点小事你还听你妈妈的？我们怎么可能因为你一个四件套的问题，一个床上用品，我把整个床给换掉？人家不就说了一句吗？能说吗？我妈说了这床不好，我能不能说这话？你告诉我。可以说，那你可说，那你不能闹情绪，对吧？这样跟我妈他们去吵，吵完之后，然后就要走。你跟婆婆吵架，就为这个你跟婆婆吵架？人家给你买的床，你可以不满意，钱是人花的，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吵架？就是不懂事儿。但是为了后来我们带孩子这件事情，后来还有孩子了？对，后来就是在带孩子的这几年里，不是你们俩就这样就快速的还要了孩子？这可怎么好啊，他们俩要了孩子了。好好好，孩子几岁了？大的宝宝3岁半。还有小的呢？小宝宝2岁。我的妈呀，说带孩子。就是带孩子的这段时间，他因为我们是长期异地分开嘛，他在外面打工，我跟婆婆他们就在一起带孩子。就因为带孩子，我每次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婆婆总是当着我的面拦着，然后还一边训斥我，说我把孩子打了怎么了，是妈把孩子给打坏了，我又不是后妈，我能把他怎么样？然后导致孩子每一次我管教的时候就不听我的，我要去找奶奶，我要去找奶奶。然后我每次跟他说的时候，他说我无理取闹，说我跟他妈吵架。那老人嘛，隔辈亲嘛，那你打孩子你可以拉到外面，拉其他地方打，你非要当着老人的面去打，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吵架。我就说你这个事情不对，你不能和婆婆吵架。每次都说我跟妈吵架，你根本就没有站在我的立场去想问题。不是你啥立场？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的过去，他根本就没有走进我内心深处去了解过我。你过去咋了？你给我讲讲。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娘家就不被重视，小的时候因为出生的时候有残疾，刚出生没几天我父母他们打架之后，我当时我邻居说我就是从一个小床直接就被掀到另外一张床上去，他们就我外婆就把我抱到外婆家，但是因为没有满月不能进屋里，就在一个茅棚里面过的嘛。后来我之前我听我外婆说，我前面的那半个月基本上就看着就基本上就要夭折。你什么残疾啊姑娘？就是脖子上面有一个包像鸡蛋这样子，就是每次吃奶的时候他就乱跑。后来呢？乱跑。后来就是无缘无故就没有了，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后来我又回到我父母身边，家里面他们就觉得我是女孩子，他们就没人带我。3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爸妈去外面奔波了。我那时候跟我父母在广东，他们忙自己的活，然后我因为他们带不了我，我就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阿姨出去要饭。我那时候都记事了，有的时候就跟着他一块真的就去捡破烂。我知道我那时候没有多高，我背着一个袋子，背着那个破烂铁皮，然后塑料盒，还有钢筋头，去人家工地上面捡那个钢筋头，还有纸皮，然后我跟着阿姨一块去卖钱，回来给我妈妈。一直生活到就是有一年四年级的那一年暑假的时候，我是跟我妈妈一块摆地摊卖水果嘛。那时候我爸爸一个人挣钱，我们4个人花，哥哥也要上学，我也在外地上学，然后就帮忙摆地摊卖水果。后来感觉挣的钱不多，然后我妈妈又做了一个其他的生意，但是生意没做多久，我爸爸出了一场车祸，在医院里面待了差不多8个月。在这8个月里面，我基本上每天就是医院、学校、家里面3个地方跑，书包里面基本上就背2个土豆，背2块钱，坐1块钱公交车。然后我每次还会利用星期天，然后做点手工，然后补贴家用。后来我就是这样子一直生活，跟他们生活在外地。我就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我考上大学了，那时候我哥哥在上大学。一普通的农村家庭，他就觉得抚养两个大学生很难，他就四处跟别人打听女孩子上大学有没有用。别人跟他讲女孩子上大学没有用，以后都是要嫁人的。然后我妈妈回来就跟我阴阳怪气的腔调，给我摆脸色。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家里面也确实是很难，哥哥也要上学，以后要结婚，要盖房子等。然后我就说我不上了，当时通知书都下来了。什么学校？问一句。就是我们老家合肥的一个专科。当时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你的通知书下来了，然后就让我回去嘛。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师我不上了，我已经在打工了。然后老师说，你拼搏了这么多年，虽然说上的不是一个好的学校，但是你既然考上了你也去读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家里面有点困难，我说我想提前，我想不上了，给家里面减轻负担。然后后来我就没有上，我就一直打工，因为也没有什么好的学历，也进不了什么公司什么的，就只能靠做人家私人的服装销售。那时候我就每天基本上4点半起来，因为做的是批发市场，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我攒的钱除了我自己的吃喝用，基本上都给我父母了。上班几年给攒了10万块钱给他们，然后我让他们给我哥哥，也拿了点钱给我哥哥买房子，给我哥哥结婚用。我妈妈当时说，这个钱你随时都能用，我给你存起来，留着以后你结婚给你做嫁妆什么的。我就信了。有一年我怀我们那个大宝宝保胎的时候，就是打出血的时候，然后在家里面躺着，我当时我就想着跟我爸妈说一下，让他们给我转一点钱是吧。他们就说没有，他说你们自己连这点钱都没有吗？还问我们要，就把我们说的就特别一文不值。再后来我们盖房子，我们当时结婚没有房子，我们结过婚之后才盖房子，盖房子欠了点外债。我又跟他说，我说我这是就以借的形式，我又跟他说借我用，我后期有了我会给他们的。我爸就说，你是嫁出去的闺女，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你有你们自己，我还有哥哥要养，我还有哥哥的房贷要还，就没有给我。然后我们又一吵架结束。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问他要的时候，我跟他讲，你这次你一定给我，我问朋友借的，他们跟我说要还了。我说不管这个房子盖的是谁，但是现在是属于我自己的家，我说你给借给我。然后他们把我骂的什么刺激话都说了，分了3次转给我之后，我哥哥直接说，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联系了，然后微信就给我直接拉黑。我爸爸我妈妈电话微信全部给我拉黑，从此就没再跟我联系。就这样子，我两个孩子的出生他们没有见过一次，没有出过一分钱。行，即便是我有的时候会想念他们，我也想回去，有的时候看别人回妈妈家我也想回去，但我都忍住了。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对我，我应该维护我自己的小家，我尽全心的跟你过，可是你怎么做的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断得好，以后像这样父母就不要再联系了，因为他每次都受他父母影响，他父母一说什么他就这样一听马上和他打电话，和他父母一打电话他父母就开始骂。你说这父母要他干嘛？有这样和女儿说话的吗？既然你不让我跟我父母联系，可是你怎么做的呢？我在家带着两个孩子，吃奶粉，尿不湿，生病，所有我们三个人的开支你每个月给我不到1000块钱，够用吗？根本就不够用。因为我在外面一个月几千块钱，去了房租，去了开销，因为剩下只有那么多了，全部都给他了。所以我觉得我过这种手心朝上，每花1分钱都要问他要。嗯，然后呢你干了什么？我就想着我自己，他既然不管我了嘛，他也不给我，他觉得他就这么大的能力了，那我就靠我自己创业。创业做什么？就是我在家带着孩子，有一次因为我头发是自然卷，比较乱的那种，以前我都很想维护，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也无所谓了。我就在我们网络平台上发了一个我一个炸毛的一个视频，然后就一下子就上了一个900多万的热搜，刚好这时候就被一个100万网红看中了，然后他就跟我联系。这个网红我也是关注他好多年，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跟我的经历都很相似，然后他也是从一位宝妈，然后手心朝上的日子，然后突破重重困难，我也就想向他学习。后来我就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他就说跟他学习只有一个条件，就必须要到他那里居住。所以我跟他说这个事的时候，他又不同意我。那互联网上现在这么假，对不对？那你万一去了被骗了怎么办？但是我在家里面花一分要一分，过着手心朝上的日子，娘家不能靠，你也不能靠，我只能靠自己，
我能拼搏一把是一把。这个年轻的家庭现在面临的几个困惑，第一点，一对年轻的夫妻如何靠自己的双手拉扯大一双儿女，这是核心吧，对吧？同时又怎么去协调和处理公婆之间的关系，包括要不要修复跟娘家的关系，娘家的关系值不值得修复，其实核心就是三个命题嘛。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两个人的一场梦成就了一场婚姻，我们也不希望有两个梦成就的这场婚姻最后成为了一场梦。一对小夫妻，尤其是做妻子和娘家和婆家搞得四面楚歌，一定有双方老人的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反思我们这当中错了什么？人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很重要，对家庭对家人有起码的感恩很重要，即便他们对不起我，我想我们也不能如此的记仇记恨。冤冤相报何时了，尤其是亲人，只要有一方肯主动，没有化解不了的冰，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一种主动。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反思了，而不是每天在回望。谢谢曲总。女生为什么要重复原生家庭那段经历，博得同情啊？女生，你曾经试图也努力过去修复父母之间的关系，挣了很多的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包括在婚礼的那件事情，因为父母的不开心大打出手，这都是你极致的一种表现，但是你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你的付出都是有条件的，你的付出是有目的的，你的付出是要换回对方对你的付出。男生啊，整场你说的最少，但你说的最冷，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儿都让人感觉到那么绝望，我坐在这里我都能感觉到。你们生活当中如果沟通也是这样的话，这个日子就不要过了。我不让你去出去创业，真是怕他受骗吗？不是，你怕降不住他吧？两个何等自私的人。你们的问题啊，不需要在我们这儿解决，回到生活当中自己去反省，怎么能让自己过得开心，就先得让自己放下自私之心，不要太自我了，不顾他人的感受，就这样。谢谢曲总。雷老师，二位因为各自做了个梦就决定结婚，然后二位在新婚之夜就互相肢体冲突，打得身上都见伤了，然后呢，一方觉得我认识你之前所有的坎坷都应该你加倍还给我，你打算还吗？他认识你之前所有的坎坷要你对他好，你觉得这个逻辑成立吗？不成立。不成立。所以另外一方面对这个理由断然拒绝。以二位的相处模式，我呢搞发展心理学，我特别建议二位出去打工，把两个孩子留给奶奶，这样没有儿媳妇和婆婆之间因为第三代有矛盾。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教小朋友之前，自己的待人接物起码要做到公正，起码要做到平和，在这之前就不要带小朋友了，这是我的由衷的肺腑之言。谢谢。来，米娜老师。刚刚我专门找编导要了您的号看了一下，台上的您不讨人喜欢，但是在号上的您却是一个本分的劳动妇女，这样的劳动妇女形象其实是很受很多人的欢迎和会让很多人觉得有共鸣，但是当您在舞台上的时候，您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许您为了想把自己曲折的人生讲得更加曲折一些，所以过分地放大了痛，有的时候过分放大痛就会使自己看不到恩，
也会使自己显得是一个眼里没有真善的人，那么可能反而对于您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也对于您可能经营身边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婆媳，无论是母子，无论是母女，或者是夫妻，可能也都是让我们会担心的。甚至我都会担心说，您跟您那所谓的师父能处多久呢？假如性格刚烈如你，社交技巧匮乏如你，同理心和理解他人话外音的能力匮乏如你，那么很有时候会把贵人相助或者好好的一个舞台的机会给糟蹋了。懂我的意思吧，姑娘？你们要修炼的地方其实有挺多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就能够解决的，但你们生活里头有自己美好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可能真的就还是来自于最早没有任何的一些包装，我最本真的自我的那一部分，就把那一部分好好坚持吧。我对于每一个就是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希望自己独立自主的女性，我都还是很尊重的。放下心中的那一些戾气，然后回到自己最本真的状态，好好发展，好好生活。谢谢米娜老师，来面对面吧。姑娘，我可以告诉你，生活里失去了感恩这件事儿，会变得特别可怕。你的岳父岳母说的那些话，包括你妻子给你描述的那些经历，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放大，你自己去过滤它。我不是说他刻意要去放大一些什么，他们都说我小时候特窝囊，我姐逢人就讲说他小时候，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小时候是基本记不起来了，我能记起来的都是我光辉的，我那不光辉的我一件事儿我都记不起来。我说句实话，人的记忆会有偏差的，因为是利己的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聪明的丈夫，聪明的丈夫，如果你做不到帮助，你就不介入，因为还有两个孩子。对于孩子，如果你的爱是可以让他感受到的，是以他的成长健康为主体的爱，那么不管谁带这个孩子，对孩子都有利。所以父母要做好榜样，你们不能再吵了，就太过激烈了。结婚第一天，家庭暴力事件，包括床的事儿，你知道床的事儿为什么给你较劲吗？我特别恨这样的人。就是自己结婚自己不管，让父母管，那到底是你结婚还是父母结婚？在婚礼当天，一对年轻人都讨论不清楚怎么安排养育自己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出问题了，就是年轻人无能，你就不配结婚。一个做姑爷的不能尊敬自己的岳父岳母，让他们在嫁女儿的那天得到尊宠，那这个做姑爷的就不合格。一个刚嫁进门的新媳妇儿就可以跟自己的婆婆开战为了一张床，那对不起，你就是家庭教养不好。这种事儿我们不激烈的去说，是我们失职。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聊，我相信以你们的聪明，你们谈得清楚。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我也听了好多老师的建议，在座老师和主持人的建议，但是现在我内心就是我没办法舍弃生我养我20多年的父母，但是我又不想放弃我自己想出去创业的信心，我想能改善一点是一点，能也能够改善我两个孩子的生活，也不想让他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困难给他们以后带来压力，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请给我一点自己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在一起5年的时间，虽然在一路上面有很多的坎坷，但是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同心合一，抛弃一切这些外界的一些东西，组建自己的新的一个家庭。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大家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预测一下，我认为对自己曾经的经历遭遇记恨一辈子，那一定是自己的错。嗯，与自己的娘家婆家同时搞得一团糟，更要去回望自己错在哪里，对自己的人生更多的是脚踏实地，不能说一时有了一个意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方向。嗯，这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孩子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我先跟女生说吧，虽然说呀，好的婚姻可以疗愈童年的不幸，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目的，当成工具，这样对老公呢是不公平的。那老公呢，其实你要真正能理解妻子内心的感受，他有的时候在你面前去抱怨自己的父母，其实他不是想让你一起去对付他们，而是这是一种撒娇，想让你帮父母说一句话，因为他现在无法跟父母去对话，他需要你的声音去帮助他完成这个动作，而不是拆桥。如果两个人都出来，大团圆的结局只有一波流量。如果女方不出来，男方出来，女方的人设更悲情，现场隆重的分开，才能有日后隆重的复合，那是两波流量。嗯，从流量考虑，从人设考虑，女方应该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们是得出来，因为现在不流行看这一种悲情女主，要看的呢就是我能够在逆境里头笑出声来，我能够把这一些苦难里头可以给她整理好的这一种状态，所以她就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在这儿，让大家看看他们两个人可以齐力断金。来吧，看看他们怎么做选择。来，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刚才在后台，我想了很多事情，这一瞬间，然后我想，听了四位老师对我们的一种忠心爱的建议，还有主持人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和反驳结合，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太年轻，经历的还是很少，太自私，没有顾及到双方父母还有孩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我会处理好我们自己跟父母那边们的关系，我们再好好的再商讨，所以我们决定，我们为了孩子，我们愿意接着不为任何人的眼光，不为所有的困难，我们想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我想向着标杆直跑，不管未来我们走得怎么样，但至少我们想去努力一把。来，请亮灯。哎，就是为了两个孩子也努力生活吧，加油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五 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